授、总统副台联盟的战友、各位贵宾，原谅我无法度一一称呼。各位在场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今仔日真歹势，我来真晚，因为今仔日是好的日子，我足无闲的，中昼去参加一个婚礼，还袂食了，就坐高铁去嘉义做我药学专业演讲。啊，讲到一点钟久了后，我搁为六点外为嘉义坐高铁搁拼来遮。这么闲，这么无闲的时阵，但是蔡教授这个今仔日会当讲办总统赴台联盟的，嘛是感觉是喜宴，然后今仔日好日子，真侪人结婚，我一定爱来遮出席，因为总统赴台联盟是真侪社运团体中啊，我感觉真有特色的一个团体。我上敬佩蔡教授甲一寡同志，伊上出色的部分，我感觉就是因的行动力甲因的持续力，这点我深深感佩。另外，我想大家拢知影，早知一年外来，带你啊北社，啊嘛甲公投赴台联盟有真密切、真很好的互动。我想有真侪前辈拢有讲真要紧的议题，早知今日大家啊，变成总统和议员满两天，我也特别要讲这个部分，支持阿扁总统的这条路，真辛苦，真委屈，有当啊嘛真孤单，但是这条孤单的路上，咧我带领北社一路。拢有蔡教授传领的公投赴台联盟一路相随，支持阿扁总统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我敢讲，咱社团内底支持阿扁总统的人，拢有以下的特色：第一，无私心；第二，顾大局；第三，有情有义。第四，爱台湾胜过爱自己，不怕被贴标签。第五，要有真大的勇气。什么叫做勇气？什么叫做勇气？勇气并不是心内无惊吓，一直往前冲，这不是叫做勇气。我甲大家承认，勇气是啥物？勇气是心内有惊吓。但是你为对的代志，嘛爱继续甲做落去，这叫做勇气。我用这个勇气，心内有惊吓，你为对的代志继续爱甲坚持，爱甲做落去。我今仔日用这个勇气，甲所有参与社团的每一个好朋友，咱用这个来勉励。这条路真辛苦，支持台湾，支持咱台湾的总统阿扁总统，这条路真辛苦。我敢讲，大家拢心内有惊吓，但是咱知影这条路是对的了，对的了，咱爱继续甲行落去。我希望大家会当陪阮斗阵，互阮这条路，卖阁孤单，卖阁委屈。虽然艰苦是无法度改变，大家我看到今仔日伊的参会，公投赴台联盟参会这里成功，我替伊欢喜。我嘛甲祝福，希望公投赴台联盟在未来会当继续发光发热。啊，我嘛大家承诺，我北社在招资的任期当中，我一定会甲公投赴台联盟，还有各位所带领的团体，有参加的团体，咱继续来合作。啊，我特别甲大家报告，明仔我甲张医师，我要来探望夫人，大家都很担心她。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会当替伊的医疗人权会当来发声，对伊来讲，关落去监狱内底，我无办案，伊会当冻偌久？伊才28公斤，伊徛起来若无食生药药，是尿无血啊！普通时啊，伊看到伊的孙，看到伊的囡仔，所以他停在那里。那是伊拢看袂到嘞。你看到陌生的人，看到墙壁，看袂到孙，看袂到囝。28公斤的身体，胸部以下毫无知觉，不知会当动偌久。
请大家甲祈祷，大家甲祝福，啊，就唯一的医疗人员来甲发声。麻烦大家，拜托大家，咱大家为台湾继续来拍拼，感谢。谢谢，多谢啊，大家多谢哈，勇敢的女性啊，陈昭志陈社长。是我们一天一国连线的成员哈，谢谢。敬爱的蔡廷贵教授、罗龙刚牧师、苏明前辈、陈昭志医师，在场。咱的正视为台湾的好同志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咱台湾四百年来，拢无别人利用，拢伫咧做人的基地，荷兰人来将台湾当作要侵入亚洲的基地，地心公来将台湾当作要反清复明的基地，日本人来将台湾当作要建立东亚帝国的基地，蒋家政权来将台湾当作要反攻大陆的基地，咱台湾四百年来拢在做人的基地，台湾人拢用利用，台湾拢是别人的手段，台湾从来不是自己的目的啦。各位好同志，咱台湾在全世界198国内面，咱的民族赢过80个国家，人口赢过90个国家，咱是全世界第14大经济体，第7大贸易国家，第3大外汇存底国家。台湾是全世界第1大的电子产品国家。咱台湾在世界上成就一个独立天空的国家，咱无世人的内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，咱台湾人不能失志，咱要站起来。咱不能够做别人的手段，咱要成为台湾自己的目的，好无？好无？我足感谢各位好同志，你这多年来支持帮忙我王世坚，让我有机会为咱台湾人讲淡薄仔话，做淡薄仔代志，这点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。这次我若各位热点，各位好朋友，你甲我帮忙，让我温暖。你对我雪中送炭，让我阁有法度关票入去台北市议会。我伫遮甲大家保证，有我王世坚伫台北市议会的一天，我绝对袂让郝龙斌好食拳，好唔好？啊，我嘛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感谢各位时代好朋友，你对我的帮忙。我甲马英九、甲郝龙斌讲，讲王世坚回来啦！对啊，来老跟你讲，老议员坐下。感谢两位主持人，阮余小姐甲我讲，伊闽南语讲了袂歹啦吼。会使啦。会使啦吼，会使大家鼓掌了哦。谢谢。但是我感觉都超灵来，超灵来，开玩笑。蔡老师，各有咱市民欧吉尚，各有咱的陈社长，龙牧师、林牧师，所有的先进啦吼，还是我着拜伊称呼，啊，各有咱公道和台湾人民，即所有大兄大姐，大家阿妈，大家好。好。我听人讲一句话，我若把狗号这个名袂歹，咧为老我，就是老李要向大家。建立一个主权独立、健康、够安全的老建国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变到今麦来，坦白讲，看到老师甲所有咱这大兄大姐，离台湾这条正义的路，拍拼到真辛苦。阮做后勤的人，不管是安怎，总是会感觉受到大家。对台湾这个土地，对下一代要负责任的这个作为，我感受到大家总是做比阮搁较较起工，所以无论中间离正义这条路，当然我家己会对家己搁较严格要求，是毋是有这个机会离当公职的时阵，会当甲大家同款为台湾的土地，甲为下一代过来做较侪代志，这是我对我自我要求尤其。自顶年补选的时阵，拄仔像主持人讲的，蔡老师啊，甲所有的真侪大兄大姐去到阮婚姻迄个所在，会当讲是，对，拍破真侪的树了吼。
较早讲是乌都故乡文化的沙苗，啊，佫顺利国会全面改选，阮个所在买票买到全国佫得冠军。啊，我佮在老师安尼带一群人来扫扫的，才会当予我顺利当选。啊，所以迄个当选毋是老结果当选尔，是分离民主佫进一步台湾的民主的一个胜利。啊，所以我哩也感受真深刻。啊，从顶年起来到遮，拄我一冬佫过啊一个月佫十天啦吼。我看到蔡老师甲公道辅导联盟真济大仔大姊啊，不管啥事，拄我拢伫我的边啊尔，就是伫我伊的边啊。啊，长期透风落雨啊，不管啥物款的天气，规群人总是永远伫迄个所在，伫守护咱台湾。有阵时啊，讲起来，内心啦吼，五味杂陈啦吼。啊，有阵时啊，想起来，佫感觉啊，真甘心。台湾有这段的时段，这段的大兄大姊，啊，伫迄个所在这么坚持，所以我感觉咱台湾啊，互蔡老师，佮在座所有的先进，大家拍拼，共同坚持，咱台湾一民一国，主权独立，咱台湾要成做一个正常国家，咱绝对有机会，对唔对？对。啊，所以我会佮加倍的努力，啊，加倍拍拼。啊，总是啊，期待遮个时段，伫为民主奋斗拍拼过程内底，啊，我想大家特别爱甲蔡老师讲，身体爱顾好，真正看起来真唔甘啦吼，咱们是真唔甘。啊，当然唔是甲蔡老师，啊，佮有姐姐先进，拢伫这個过程底安尼你努力甲付出，啊，所以伫遮啊，那特别有需要，我甲大家来到。交代我做的工作，我大家做恁莫气啊，多多甲我参加吼。我想这条路是我家己选择的，也无人甲我逼啊吼。啊，我愿意和大家伫这条路安尼共同来拍拼。我感觉我真快乐，啊嘛真啊嘛真天天会当和大家啊来，和大家来搞啊搞考验，啊嘛搞检验吼，搞检验的。啊，最后简单几句，我想拢是家己人，啊，所以话就莫讲伤济，规定就是大家继续加油，啊，我会尽力做好。感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多谢。